在我心里，我是觉得我没有少过。你永远都是、啊。然后虽然形式上我没有跟你们在一起，可是我的心就是在你们那。5566永远都是5566，出来几个人并不代表什么，我们就还是5566。5566一个都没少。三人正在 YouTube 频道 Sunday Whisky 找来王少伟视讯小酌，两人都是5566成员，时隔多年难得同框。男人 Man's Talk 隔空把酒言欢，打破不和传言。革命情感嘛，就像我其实我就算再多年没见到你。对我来讲，感觉是一模一样，都没有感觉。我也是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这几个伙伴，包括小刀，我们这几个真的就是不管多久没见哦，你永远都会觉得好像，就是前几天没联络，就这样子而已，不会有太多的那个疏离感。你们在荧幕上看到的我，其实未必是你们想象中的我，但是因为我的个性，我也不会去强调或解释，但我的心一直跟大家同在。孟哲的小孩，我也去看过他了，我觉得这个。真实的生活我自己知道就好，真实的状况我自己知道就好。没有，一直以来你都是这样，你也都没有变。然后我所认识的王少伟其实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有想法，然后也懂得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个人。过去的这些年，然后因为我们其实是真正有革命情感的，然后过去这些年来当然有蛮多纷纷扰扰的，可是你也是，我也是，别人我就都不讲，基本上我们都不会想要去多说什么，因为那都没有意义。我们之间的友谊也一直本来就是我们长存的友谊，我也没有必要跟别人交代。那对于很多的媒体或者是很多的粉丝朋友们，可能会觉得说一直都是少的少伟的一个状态在5566里面，可是我会觉得那又怎么样呢？每个人都有他自己选择的一个生活方式跟想要做的事情，少伟这样做你也不能说他错啊。我看你现在这样子我也觉得很棒啊。我觉得不管大家怎么看少不少这件事情，在我心里我是觉得我没有少过。你永远都是、啊、然后我记得我有几次私底下传讯息给你，因为我会在意你会不会误会一些新闻写的东西，然后我秒传给你，你就秒懂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那个是最重要的。只要我个人不要觉得太离谱，我就不回应。我只要觉得我怕你乱想的，我就会私下传信息给你，然后让你知道我真实的想法是什么。那我觉得就够了。不管未来是怎么样，虽然形式上我没有跟你们在一起，可是我的心就是在你们那。5566永远都是5566，它有很多种的面向跟很多种的形式，出来几个人并不代表什么。我们就还是5566，这个四个数字已经没有人可以取代这四个数字，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跟精神象征。那毋庸置疑的，少伟也就是56的成员之一。我是很开心你会愿意在这边聊些什么。我真的不太做太过于形式上的东西。我在跟你的这种互动或者是对话才是真实的。不管我们今天录完外面又要怎么讲，我只要你跟我彼此知道我们在干嘛就好了。确实啊，这一个男人重情又重义，他的人生大小事几乎我都参与过，包括他的婚礼，然后他的个人的发片，甚至就是说你这个品酒师，其实我都一直在注意你每一件事情。那虽然我们没有在荧幕前跟大家讲这些事，可是我觉得我私底下的跟你的心事连在一起，是我是感受得到。所以你跟我讲说你要录这个，你记不记得你打给我的时候我还在山上，我二话不说我就说我一定来。看到以前我们的5566啊，不管是表演或是歌或是 MV 啊，我讲真的啦，那段日子真的很像地狱啊，很痛苦。但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难得，而且是很难忘的一段回忆跟记忆。